他们唱的全是张家界土家族的方言，所表达的意思是土家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一种方式，名字叫做放风筝。这放风筝也是土家花灯戏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段。那么一会儿还有我们山寨里面两个小动物小猴子也会给大家带来精彩表演。那么今天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袁家寨子正好这两天来邀请到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他就是我们的新闻人物，中国福星书法大师王树珍教授。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想，什么是福星书法大师？那么在这里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就清楚了。